今年年初，郭富城前任苟云会在社交平台晒钻戒宣布婚讯，还称自己很幸福，找到一生一世陪我看夕阳的人，言语之间幸福满满，让人非常羡慕。前几天，苟云会的婚纱大片正式曝光，照片中苟云会与老公鼻尖挨着鼻尖，甜蜜满屏。早前因为生病，苟云会生产一度爆肥，好在现在火辣身材已经完全恢复，傲人的身姿美得不可方物。10月19日是苟云会大婚的日子，处女党成员王君馨还在婚礼前晒出和李亚男、陈丽香以及新娘子苟云会的合照，照片中四位美女纷纷嘟嘴卖起了萌，十足俏皮。随后网上还陆续流出了苟云会婚礼现场的照片，镜头前苟云会神州性感白色婚纱与老公甜蜜拥吻，画面超前。婚礼现场苟云会头戴皇冠，身着低胸黄色礼服裙，和电影《美女与野兽》中的女主贝儿形象非常契合，真是美得不要不要的。虽然苟云会这次的装扮没有一点瑕疵，但还是被她佩戴的价值150万人民币的婚戒抢足了镜头。不得不说，老公陆汉阳真的非常爱她啊。19日晚，网上再次传出一组苟云会婚礼现场图，不同于白天夫妻俩同框秀恩爱的照片，此次苟云会姐妹团全部出镜，阵容那叫一个美。照片中苟云会和老公站在姐妹团中间，恩爱十足，一旁美得闪闪发光的姐妹团们颜值一个赛一个高。苟云会和处女党王君馨、李亚男、陈丽香等众姐妹们开心合影，画面超养眼。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处女党成员的李亚男今天也挺着七个月左右的孕肚到场为闺蜜撑场。从照片看，李亚男胖了不少，除了孕肚见长外，上面也丰满了些，整个人都充满了浓浓的韵味，和闺蜜同框超开心。如今处女党成员李亚男、钟嘉欣、陈丽香、王君馨、苟云会全部升级为人妻，接下来就期待几位一起变为辣妈党了。